今天给大家更新一款精神猫眼的做法。首先前置处理我们都是一样的，去死皮，打磨甲面，然后贴上我们这个全麦两用的折无痕甲片。这个甲片应该是马上断货了，喜欢的宝贝儿赶紧去拍，下一批应该是3到4天才能到货。然后我们给它修的稍微圆一点，喜欢短甲片的宝贝儿，你们可以直接拍那个小黄车的杏仁甲。砂条刻磨甲面，含棉抛整体找平，擦去灰尘之后我们整体涂底胶，底胶薄涂好灯30秒。颜色我用的是幽蓝猫眼的5号色，这是一遍的效果，第二遍然后我们不去照灯，用猫眼磁铁吸一下，稍微离甲面一点距离一吸，它就会出现一个蓝光的感觉。吸这个猫眼光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指甲一照灯。拿出这款万能的精神猫眼，然后薄涂于甲面，磁铁你用家里面正常的磁铁就可以给它吸出这种光，两侧稍微一吸它就特别亮。这个猫眼你可以吸出各种形状，宽猫不正常猫眼它都可以吸。吸完精神猫眼之后我们也能看见底下那个蓝光猫眼，然后最后整甲加固封层就可以了。喜欢的宝贝记得双击关注，然后我们最后看一下整体的效果，搭配一颗饰品之后就超级高档。精神猫眼不同的角度它的亮度都不同，既亮还不失底色，